选择 A 的朋友呢，这个爱面子的指数，对，整套西装加运动鞋啊，你爱面子指数是我们说叫自得其乐型，65%啊。65%，什么叫做自得其乐？就是说他觉得自己美就好了，你丑是丑你家的事情，所以他完全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。选 A 的，他就是爱面子的指数也有65%，65%。我们今天选的是强度哦。哦，接下来选择 B 的呢，这个 T 恤、嘻哈裤加靴子是75%。我们说他叫做女王教育型，谁是选 B？我丁小晴，女王教育群，就是我现在看你这个样子，我回去一定要好好的重新把你改造，教教你什么这样该怎么配才是对的。对，好，现在剩下 C 跟 D， 然后我们来先看看 D 好不好？好，好 ，D 选择背心的呢是这个我们叫翻天覆地型啊，它这个叫做爱面子指数80%。他是怎么样翻天覆地？就是你敢挑战我的极限，我下次跟你拼了，我也要以牙还牙，跟你拼到底。所以米可白，你也是吗？好像是哦，我也是，就是我受不了你穿高腰裤，你下次再给我穿高腰裤，我就会把你那件高腰裤藏起来，我就把你腰打断。也是说，你就要把那件高腰裤穿出去，这个意思吗，老师？我不敢把它剪掉，所以是85%，也是非常算是非常爱面子了。对，目前来讲是最高的，我们只剩下一个。如果选择 C 的朋友，衬衫、牛仔裤加拖鞋，到底是最高分还是最低分？我们这个前提是跟男朋友出去 ，OK？ 选择 C 的这个叫做霸王别姬型，爱面子指数100%。出来我就不跟你交朋友了，再这样子我就只跟你去海边而已。我现在终于要爱面子，我都要求我的个性了，因为我就是那么随便的人。没有，你就是自己弄得很漂亮，对，自己漂亮，你开心就好。好，看不惯呢，我们就要改造他。你们曾经有改造过你们的另外一半吗？有这种经验吗？有，常常想办法把他改造，但是改不了。很难改，很难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个性啊。不一定啊，他有他的想法。他觉得很棒的话，他就会穿啊。其实男生会觉得棒，比如说你送他一件衬衫或者上外套，可是他就会穿了你给他的东西，他会搭他自己的东西。他没有办法整套按照你的方式，然后就会变成一种很奇怪的一种现象，就是里面还是有你的东西，但是他会搭他自己的，可能运动外套搭他的西装裤，然后你的可能格子衬衫搭他的西装裤。所以意思要改造他，你就要整套，要完全改整套。我们认识有一个人叫做小刘哥，大家都哈小刘哥哥。那有一次呢，我们就到夏威夷去度假，我们去住在有一个叫痛苦歌王孙晴家啊，孙晴。然后去到那边，他就说我们到了夏威夷了，我们度假就要像夏威夷的感觉。那我们明天呢，就带你们去买那个夏威夷的花衬衫呢、啊。女孩子就像很要的，对。然后呢，男生就花衬衫、花短裤啊。然后我们去呢，我会开车，然后我们小孩我们全部都去度假去，然后去 Waikiki 啊，然后去哪里呢？我说哇，好棒好棒。就那天就真的带我们去买了一大堆那个夏威夷的花衬衫、花短裤什么什么，就是在夏威夷，对对对对，完全要夏威夷的感觉。好。第二天呢，我们通通都说全上集合，就在他们家客厅等着集合啊，大家都弄好了，就在等一个人叫小刘哥，一直等，怎么还不下来？去敲他的门，他说快，你赶快下来，好了，快下来了，再等等下，然后我们等着，终于他下来了，上面也是一件花衬衫，就是那天买的，对，也是花短裤，也是那天买的，就一直看到下面，哇 ，My God， 一双皮鞋。皮鞋就算了，然后还有一条丝袜，半长短的，男生有一种，就男生有一种肉色半长短的，肉色的，就是男生有一种肉色，看起来又像白色的那种丝袜，有没有？爸爸最爱穿这种肉色的，大部分都是白色跟黑色啊。不是不是，它不是完全肉色，有点白，就是米白，像米肉色这种的。然后我们通通说一排打败了，然后我们就说哥哥，麻烦你一件事情好不好？换拖鞋了，上面都对，下面麻烦你换一双拖鞋，不行，那你换布鞋，不要，为什么？我有我的个性啊，我被他搞的。就重点是孙晴他小孩，18、19岁，他要帮我们当司机，他说。我不要出去了，我不要当你们司机，太丢脸，太丢脸了。有没有因为改造失败跟他们吵架的？
或是破坏了感情，有没有？吵架是真的不会，但是就是你要一直帮他补货，因为他如果这一件补货，对，你就变成你的财力要很雄厚，因为他就你跟他说哇，你穿这样好好看，然后他就一直穿那样，没错，他就会是穿同一件，一直穿同一件，然后他也不换，不洗，他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？是等我们再接下来？没有，我觉得他就变得比较懒惰了，就是说他也不去想了，他反正他就穿好你帮他配好的，然后你就发现他怎么还是这一件，然后每次看照片我们出去玩的，怎么又是这一件？然后他这一趟去日本，怎么又这一件？去维也纳，怎么又这一件？看照片才发现他就一直穿这一件，后来看到好腻好腻，所以就后来想说啊，算了，就一次帮他多买一点。嗯哼，对，所以后来就变成养成习惯，像因为已经当了老婆了，就要以夫为荣，以夫为贵，所以我后来就发现，反正就是你帮他买好就好了，他自己也变成不太会逛街，他就变成不逛街的人。好，我们赶快来做个心理测验，就是测什么呢？测你会为另外一半改变的指数有多高？有时候改变不了别人啊，我们就改变我自己，对，对不对？来，题目就是跟男朋友去餐厅吃饭的时候，你通常会点几道菜？来看一下 ，A 三菜一汤 ，B 一到两道菜 ，C 点套餐各吃各的 ，D 五道菜以上可以享受更多的美味。两个人呢、哦？哎，小晴，这要这也难，这要看什么餐厅哈。对啊，因为有的，哎，我觉得你真的很难搞哎，就是要看是什么鞋，对，要看是什么，就是你好坚持一些。比较 local 的话，一定是三菜一汤；如果是那种比较西式那种炒简餐的话，就一个吃一个。对不对？你再想想好了，娃娃姐你先来，我一定你比较好搞了。我一定是那个很复杂的五道以上的、啊。两个人呢，两个人呢？对啊对啊，我一定要吃很多东西啊。是哦，两个人吃三菜一汤怎么够？那一两道那更惨。那个人请我吃一两道，那他已经追不上我了。不是，米可白频频点头，米可白你我也是五道，因为我觉得点多一点的话，点多一点的话，你还可以打包，隔天还可以热起来吃啊。你看我多聪明啊！再来，来佩珍，我选套餐，对，我也选套餐，对，点套餐各吃各的，自己吃自己的，嗯，这样还可以专心聊天啊，也不用在那边切来切去，削来削去，嗯，对，好，我也是套餐，小晴，对，然后套餐点不一样，大家可以削，而且套餐我就不想削你，削我的汤，套餐怎么削啊？套餐你要点不一样，还是可以削啊？对呀、啊，有汤有小有甜点，对不对？对啊、我跟你讲，我们台湾人真的好爱削，不是因为套餐，因为我今天我想吃一点点肉，可是我吃不完呐、啊，那我又想吃一点点虾啊或海鲜呐、啊，所以你点肉，我点海鲜呐、啊，这样我们又可以一起吃啊。我选 A。三菜一汤，三菜一汤。OK， 那我们从比较中间的选项。为什么？因为 B 没有人选嘛。B 没有人选。B 我们在现场是没有人选。观众朋友选到 B 的话，你为男朋友改变的指数，或者为别人改变的指数到底有多高？好，选到 B 的是一到两道菜。那你为男朋友改变的这个指数呢，有100%。我们说这个叫做自我激励型。好，男人呢对你的不满是你向上的动力，所以你能改什么就尽量改，几乎都要变成变种人了。好，这不是一般女人干得到的事情。这样有比较好吗？到最后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。是啊，是。所以在某一方面，是不是比较没有自信的女生才会选到这一个？对。哦、oh, ，所以他全盘改。接下来我们看选 A 的好了 ，A 的呢，我们说叫三菜一汤。那选择 A 的，我们说叫小家碧玉型哦。这个为男人改变的部分呢，有75%。哇 ，OK， 那他改变什么？喂，他说高哎，很高，对，好可怜啊。有，我决定相信你改变。好可怜，第一个我不想当小家碧玉，我要当女王。第二个我不可能为别人改变很多。第三个为了 Michael， 现在酒少喝。很多啦，我从来没有为一个人改变过，因为我觉得你凭什么改变我？但是为了 Michael， 我是真的，真的，而且不熬夜，早睡早起啊，真的哦。选择 A 的，为男朋友跟另外一半改变的指数这么高，75%。那他的背后所讲的部分是，我已经改变很多喽，母老虎已经变小猫了，你已经没有资格再挑剔我了。好，已经改很多很多了，是为了不让人家挑剔，不让人家谁谁凉，所以我们才改的。是，啊，所以他本来是母老虎，现在已经变小猫，已经极限了。好，来接下来。好，接下来呢是选 C 的啊，点套餐各吃各的。那我们说这个叫做女王愤青型啊，这100%不改。百
100%不改，不会为男朋友改变，所以改变是零的，所以选择 C 的就是小晴。然后可是没有，我才是真正选 C， 因为我要各吃各的，可是他还要 share， 比较复杂复杂一点。所以他的这个选 C 的，他说要我改变办不到，好，所以其实你能爱上我已经算是你很有荣幸的事情了，所以你应该要珍惜。他的心态是这个样子，对，男方要配合他，嗯，所以过程里面有时候在关系相处上面会有一点点，偶尔有一点点紧张，不过他们很有技巧啊，所以很容易再转过去，反正变来变去，最后还是什么，还是要听女王的，所以我们才叫女王分心型，好聪明哦。好，来选择第一的，就娃娃姐的。五道菜以上可以享受更多的美味。好，选择 D 的朋友呢，这个叫做公平主义型啊，这50%。换句话说，在两人相处的过程叫做各退一步。好，你愿意退多少，你改多少，我改多少，我们大家各退一步，那大家好相处，一切好说。啊，如果你不退，那我也一点都不退。我觉得有一次很夸张，就是我以前的男朋友，他喜欢白色的东西，我因为他，我衣服都穿白色，连内裤都买白色，买到。打开衣橱都是白色，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是很蛮夸张，我愿意为男生改，可是我觉得男生也要一半一半，就是我很讨厌男生戴耳环，所以你如果戴耳环的话，就表示你要跟我分手。我觉得我说过这句话，你是会为对方改变的，但是问题是我改变了以后，我也要看到你的诚意在哪里，一半一半。好，我们今天呢，从节目开始到现在讲了那么多呢，其实大家在内心深处真的。是有那么一丁点是想帮别人改造的，所以今天我们来玩一个游戏，好不好？其实从节目一开始到现在呢，我们有四位男艺人在外面，有吗？谁啊？一个男的都没看到，没看到，都很帅的吗？他们还要出来吗？他们被您气的都是很帅的吗？我们很期待呢。你问倒我了，都是很帅的吗？帅，非常棒。我跟你讲。都是优的，好，只是他们不太会穿衣服，所以今天呢，要借由大家的感觉来帮他们改造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哦。小时候记不记得什么抽钥匙啊？对啊，摩托车抽房间，是抽房间，抽房间，抽房间钥匙干嘛？你玩这么大，小玲姐啊，抽房间的玩法，不重要，不重要。我们现在来玩一下这个游戏，好不好？来。我们有四条红线，好，我们大家分别自己来选。紧张，讲什么？怕被校花姐欣赏，很恐怖，是活人记忆。哇，大家都长得一样，这个好。我看看哦，都一样啦，好了，差不多了。小玲姐，你帮我选好了，没关系。帮你选哦，对。选一个好的给我，我也不知道这里到底是签到谁，好不好？每一个都很帅，我就随便抓一些，真的哈，是这个意思哈。来来来，好，那就这个哈。好，好了，小晴来，请站在中间。哎呦，小晴哎，那不是我，你先退后一点了，不是，你先，对，我们最后会有那种惊喜的感觉，好，来。